剥皮的工具，这是米勒钳。首先呢，我们拆开冷接纸的螺毛，然后套到光纤里，再用去皮的工具将皮剥去，再用米勒钳钳去上面的涂层，再用五层纸沾点酒精，擦除。然后再把这个用切割刀切的，接着我们拆开冷接纸，把这个光纤线插进去，直到它微微凸起，放下，压住，然后拧紧螺毛，然后上锁，盖进去，这样就完成了。